现在到机场了，然后先去吃一个 Burger King。上次是吃那个什么 Long Island 还是什么鬼的，什么 Extra Long。机场的这 Burger King 超好吃的，哇，好大一个！然后现在过来托运我们的行李，哦，好大这个！哇，过完海关了，刚才那个海关还会说中文，一直跟我们用中文聊。第一次飞这个英国航空哎，然后现在就是登机，7:50的飞机，然后飞到伦敦也是7:50，因为有一个小时的时差，现在登机了，然后现在又到了这个，到了这个。Passport control， 好了，现在去拿行李。就是他入海关的时候会问你的返程的机票，然后刚才就找了一会，现在是终于要拿行李了，然后打了一辆 Uber， 现在就准备过去 hostel。哇，看这种夜景。然后现在就是到这个 Airbnb 了，大晚上的26走进去，然后哇，这个灯，现在就是打算进来，这个，现在到了这个 Airbnb， 是它那边有个房间连起来的。其实我还挺满意的，是两间房间连在一起的。对，哦，可以通一下风好。对呀，完美好吗？然后现在就是要走路去一个附近的 Tesco 买一些东西，再找一个餐厅吃饭。好，然后看到一个早餐店呢，有油条这些。明天来吃这一家，走吧。哎，这边是中国城吗？哎，真的哎，这边好多东西啊！哇，怎么那么多中餐厅啊？真的，哎，那个是不是清真寺啊？哇，这边好漂亮啊，你知道吗？大晚上的走在英国的街道上，走在伦敦的街道上，有种穿越了的感觉。然后现在就是来逛一下他们的 Tesco， 是第一次耶，人生当中第一次来逛，就准备买几瓶水回家，然后吃个晚饭就好了，因为现在也9:00了。然后买了些试试，纸不用了吧？这个房子真的很有个性耶，全是涂鸦的房子，好酷啊！那你要选汤底？对，我们就是先来吃个夜宵，吃一个砂锅米线。肥肠的，你倒哦，要倒进去哈、哦，你不要骗我哈、哦。等一下问他说要不要倒进去，说不用啊。哇，他这个配料其实还挺多的，然后这个香辣汤底看着就很辣。家人们，刚才刚吃完饭的时候，有个外卖小哥，他把别人的餐给我们吃了，免费的，怎么不早点送过来呢？吃完太搞笑了。别人不要的他丢给我们了，然后打开看一下，他为什么是那个人不要了吗？他说他找不到。不是找不到，是什么？是一个 mistake。 对，是吗？酸菜鱼小炒牛肉麻婆豆腐酸辣去骨鸡爪，哇，这个是快递外卖小哥免费送我们的嘞，好开心哦，明天的晚饭。这些都是来自刚才那个外卖小哥的馈赠，然后放到这个 Airbnb 的冰箱里面了。好，闹钟是真的鸡，然后你看，哇，你看还有鸡，哎，是这只吗？这只鸟，
还有一只鸽子哎，哇，差点夹到我的手。哎呀，哇，好哎，不冷啊哈。哇，现在打算就是出门去吃一家早餐店。哇，早上的伦敦哎，空气格外的清新，好幸福啊！那边好像都是什么 CBD 的高楼哎，看一下。哇，然后现在是来吃一家早餐店，早点见面。看一下有些什么好吃的。哇，这家的装修都是花花绿绿的，嗯，挺好看的。哎，哇，这个油条哎，看着还，那哇，我们还点了豆浆、大碴子粥，我们还点了猪肉馅饼，还有煎饼果汁。韭菜盒子，哦，韭菜盒子。这个猪肉馅饼还挺好吃的，这韭菜盒子的韭菜还挺多的，试一下。嗯，味道好浓啊，好韭菜。人就是说，全部吃光光了很久没有吃过中餐的早餐了，都嘛吃麦当劳。太搞笑了 ，SBUK， 傻BUK， 哇！现在就是穿梭在大街小巷 ，Big City， 大城市，哇大广场，然后现在准备去那个伦敦塔桥那边。然后现在就是到这个伦敦塔桥了，准备上去看一下，好好看啊！这个，现在我们就在这个伦敦塔桥上面走，哎，好开心哦！哇，它是这么拍的啊？对啊，要看全景的。哇，你看这边好看，你看这样看，你看。然后现在走在这个伦敦塔桥这里，准备过去排队去楼上了。哇，真的很壮观呢，好壮观啊！跟这个塔合个影。哇，现在是早上9:30。对，哇，这个好大，很壮观呢。然后现在是要走过去，好帅啊！警察的船吗？这个？我是看那个小的那只，然后哇，现在看到大的那只了。大的是啥呀？好酷哦！你看 ，navy 哦，酷哎。然后你看这个是碎片大厦。走吧，去排队吧。现在要排队上那个塔桥上面了。哇，双层巴士哎，宝宝巴士，宝宝巴士。然后现在等这个9:50就可以上去了。我们买的票，买了一张学生票9:50，两张学生票，一张正常的票是12块多。然后现在在排队。Uber。太搞笑了。哦，到我们了，9:50的到我们了。然后现在就是排队准备进来了，可以。哇，然后这是它内部的。哦，真的有伦敦腔。然后这是它这个塔桥的内部。我想尿尿。哇，你看，现在可以看到外面呢，真的可以看到外面，你看。然后现在就是一步一步，哇 ，Tom Jerry， 你看 ，Tom 跟 Jerry， 汤姆跟杰瑞。
等一下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上爬，幸好它上面有厕所，我已经快憋不住了。然后现在到了，现在到了，好漂亮啊！这是啥呀？我不傻，到了哎，这个是不是那种有那种透明的地板？哇，好像在前面。哇，这次是伦敦哎，妈的，看不到，伦敦哎。哎，这边好像还没到那个透明的那个楼那边呢，还是说就在上面？哎，就在上面呢。就在前面，就是这边。我的天哪，太可怕了吧！超可怕的！看一下，哇靠，这个很高哎，我不敢走上面。哇靠！天哪，我都不敢走过去，真的太可怕了。他们都敢这样拍耶，天哪，太搞笑了，我太恐高了。可以啊，你蹲着我帮你拍。可以了。算了，不敢。对，不敢走过去，我就只能躺着了。哎，可以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。吓死人了！这是它一个塔尖吧，上面都是人呢，上面都是人。你看，鱼溪上面都是人。哇，这是他们的历史。哇，这是在这边取景的那个蜘蛛侠哎。对啊，你看 Spiderman。原来是在这边拍的、啊、对，是的。哇，还有这个帕丁顿熊吗？不是吧，是耶。然后现在在就是来他这个 engine room， 那是一个 museum， 下去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是看他的这个引擎的房间，就是类似是怎么启动的。然后以前他们就是烧煤炭的，才有这个动力。对，才有这个动力。这个很大哎，是它的那个拉的吧？引擎。哎，这个在动哎。这边可以玩游戏。怎么玩啊？先采一枚。这个是古代耶，这是古时候的景象，这个是现代。我这个解说跟没解说一样，太搞笑了，真的。现在就是在他们这个 gift shop， 哦、oh, ，sorry， 嗯，看一下买些什么东西。这个还挺好看的，四个杯垫，特别好看。哇，这个 3D 的 puzzle 拼图，听起来是这个样子，好好看。好多东西啊，这里面。这幅画超漂亮的，他把所有的景点都给它画出来了。这幅画真的很细节，你看，还要披头士、伦敦眼、大本钟，什么都有，然后都画出来了，超好看的。对，哎，他们都在下面拍。哇，你看一下全景哎。哇，你们要拍吗？可以。哇，这个超好看的。啊，他这艘船叫贝尔法斯特哎，然后现在在走路去那个
波罗市场。这艘战舰是他们1938年的战舰呢。进去是要门票的，我们就不去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钱。大搞笑！哇，这个是什么？突然走到这边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是不是那个波罗市场啊？走过去看一下好了。哇，乌龟和兔子，哎，有点可怕。然后现在是一直走在河边，我们下午的话是要去这个上面那一栋，上面那个 Sky Garden 啊。啊，对 ，Sky Garden 在那边。哇，伦敦桥上面有一只龙哎，好可爱啊！我说好可爱，你说好丑，你这不是来打我的脸吗？然后前面就是波罗市场，然后走过去看一下。哇，我愿称为伦敦的十字街头。哇，这个好好看啊，咖啡厅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教堂嘞，这边是一个教堂，到处都是人嘞。然后现在就是往下走。菠萝菜市场，菠萝的菜市场，菠萝市场。英文叫什么？菠萝市场。这是菠萝 market。对，哇，菠萝的市场，菠萝的菜市场，菠萝是谁呢？哇，好香啊！就跟那种巴塞罗那那个差不多，对吗？不过这个比较无聊，嗯，那个高级多了。它这边应该是很多小吃的地方。Take the guys. It's a honey chocolate. Oh, honey chocolate. 只是好看，我想拍一下。哇，它这些，哇，这里面人真的是超多的哎。走一圈看一下咯，拍不到什么鬼东西。我也想要。哇，这家是什么啊？一直在排队。Mushroom risotto， 没什么好吃的。这边连这个甜甜圈都要排队。甜甜圈有那么好吃吗？这个？这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值得这么多人排队啊？你看。哇，这个灯好漂亮啊！哎，菠萝找到了本人，菠萝市场的本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水果，本萝，菠萝市场本萝。我看你们啊，我都可以，有个 oyster。这边不知道是在排什么队耶。应该是排这一家吧，什么 fresh 海鲜饭吗？哦，啊 ，bomba palé， 现在怎么样 ？palé， 排列 ，palé 呀 ，bomba palé 呀，排这家海鲜烩饭。然后现在排一家菜市场里面的叫 Ginger Pig Ltd， 笑死了，菠萝市场，哎，1998年它就开了，哎。一个 sausage roll 是什么什么肉肠吗？可以去试一下。然后现在是买那个 sausage roll， 就是这边最出名的，6块，一个3块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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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哦，纸钱拿着，钱。YouTube， 帮你打开啊。看一下。哇，一个6块。看一下是什么宝藏，比黄金还贵。就是这个。哦，是这种啊。
OK， 好了，真的是很饱满的一个，里面跟红烧狮子头一样，非常的咸。然后现在他吃的这个咸咸的，然后有点 cheese 的香味跟味道，然后其实还挺扎实的，一个要6英镑，真的非常贵耶，但是很扎实，啊，挺好吃啊。你没看那种哇？对啊。这栋楼好好看啊，红红的。远方那个就是圣保罗大教堂，现在准备从这边走路过去看一下。好像要走20分钟左右哎。然后现在看到那个圣保罗大教堂，然后这一座桥是叫千禧桥，应该是2000年建的吧，就叫千禧桥。感觉真的好薄啊，跟那种空中栈道一样，对吧？就那种下面是透明的，太可怕了，有点害怕，真的腿抖，我现在开始已经腿抖了。今天怎么是极限运动啊？哇，现在原来它不是透明的，它是铁片的，它跟那种机场那种，你知道吗？那种自动的传送带一模一样，然后现在是走上来了，哇，真的是现场看的话很壮观呢，你看，壮观 and 雄伟，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塔桥，还可以看到那个 Sky Garden 的那栋楼，就是那个长得很像大哥大的那栋。然后现在就是走到圣保罗教堂那边，这座桥真的很好走哎，它虽然看起来很薄，但是还是可以走的，太搞笑了。我敢打包票，它应该是2000年建的，所以才叫千禧桥吧。讲到吃，能不能2000年呢？对啊，一定是2000年建的，不是吗？那为什么叫千禧年呢？嗨。刚才有个老外正在那边跟我打招呼，哎，大无语，我认识你吗？哇，现在到了这个圣保罗大教堂，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哎，走过去看一下好了。圣保罗大教堂，对，哇，这个角度的这个圣保罗大教堂绝美啊 ，YYDS。雄伟的，壮观的，真的超好看的，我的天啊，这个广场这边。然后现在去那边星巴克喝一杯好了，等一下哦。这个，然后我们来星巴克，我买的是这个印度茶。哇，现在就是准备走路去那个空中餐厅了。走过去要20分钟，哇，笑死我！刚才一直在看 Google Map， 结果人家那栋楼就在大门，在我的眼前，就是上面那个 Sky Garden， 准备走过去咯。哇，你看我梦想中真的就是在这种 CBD 高楼大厦上班，但何苦我们是个笨蛋，只能在仓库上班。哇，你要是说在这种地方上班，你不会觉得人生？圆满了吗？会吗？不会吗？我挺喜欢，那也是啊，压力大。过手上过几亿的项目，对，只拿2000，哇，骄嘞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对吧？哇，刚才查了一下 Google Map， 人家这个地铁站就叫 Bank Station， 它是不是类似于那种叫 Wall Street 那种感觉啊？对吧？就是都是那种金融的地方。就感觉就很干净，很不一样了。哎，你看 Bank Station 啊，那边有写着，高级耶，真的啊，大城市，哇，大瓜茶，哇，大瓜茶。Yeah. 然后现在是打算去，哎，前面右拐好了，前面右拐比较好走。然后走在这种路上，真的是。都市丽人，我就是都市丽人，真的。
哇，路过了这家不知道是什么 market， 什么 market 呢？好漂亮啊！这里面好漂亮啊！等一下可以经过看一下。对，36层是最上面吗？现在已经到了这边，然后准备去36层的那个咖啡厅，我们就吃点最便宜的东西好了。这是主打一个穷游，就是以最便宜的东西，对，照片得拍，然后用最便宜的价格薅到所有的羊毛。Let's go！ 啊，然后现在就是到了第35楼的这个 Sky Garden。哇，现在还可以出去耶，好美丽啊！然后现在我们要去36楼，因为有预约了一个餐厅。哇，这个 Sky Garden 上面，嗯，哇，这样拍一下。嗯，角度超好的。然后现在就是在这个36层。等一下可以去拍一下外面的风景，对。然后他点了一杯 Mojito， 你点了啥？哦，什么什么 Stoney， Dark Stoney， 笑死了。我点了杯水。哇，这边可以直接看到那个伦敦塔桥哎，还有整个伦敦的城堡，这个伦敦的城堡，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天哪，他这个要21块，我这个要24、25、6磅。不过吃的就是这种氛围感嘛，对吧？人生中总是要被坑几次的，这是第一次。嗯，哇，晚上在里面会开灯，外面会亮。对啊，最省钱的就是这个。真的啊，录屏啊。嗯，其实还是还可以啦，但是买的就是这个氛围，吃的就一般般吧，勉强接受。哇，这边可以看到，可以看到这个是伦敦桥，然后那个千禧桥，还有个塔桥，超好看的。然后现在就是吃完饭了，要下去拍照。我靠，好吃吗？这顿吃了120磅，1000多人民币。然后现在就是从我们餐厅走下来，哇，好热闹啊！天哪，好热闹啊！这里。这个是伦敦塔桥，就是早上我们去的那个地方。然后走吧，那边有看到碎片，碎片大厦，那个一个尖尖的，这个，很亮的。哦，好看。哇，你看它可以拍到那个塔，好看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就在这边拍一个照片。哇，这个角度蛮好看。这个角度吗？哇，然后他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很像黄瓜的那栋办公楼，哎，到底叫什么楼啊？感觉自己好没文化啊，真的出来什么都不懂啊。就这样随便逛吧，看一下，这就是36层的风景，好吧，免费给大家看一下。哇，一下来就下雨了，下的什么雨呢？大无雨。然后朋友给了我一把浑浑嫩嫩黑波点雨伞，浑浑嫩嫩黑波点雨伞，还挺卡哇伊的呢。啊，现在去那个 Bank Station， 去坐车去那个摄政街看天使，走右边。哇，第一次坐伦敦的电梯耶，啊，不是，第一次坐那个伦敦的地铁，然后看一下怎么过。终于进来了，然后很方便的，直接用手机 Apple Pay， 给他
扫一下那个卡就好了。第一次坐这个电地铁还有点小小的激动。现在就是出去咯。哇，这么高啊，吓死我了。我的妈呀，太多人了今天。然后它这个天使灯一直是亮着，还挺好看的。来看一下，有点大无语，刚到摄政街这边就在下雨。哇哇，这边才是购物街，你看啥东西都有。 Boots Pharmacy。 哇，好热闹啊这里好街。哎，真的哎，无印良品、优衣库、 Lush 什么都有哎。这是第二次准备回家啦，坐地铁。今天主要是太早起床了，然后走了一天的路，所以想要早点回来休息，而且天气很差，一直在下雨。就这样吧，哈哈。这些就是昨晚快递小哥送的饭，在路上随便抓了，我们就说让我们吃这些，太搞笑了。哇，我们要开动了。